通常不像那种很摇滚的人才会泼水吗？今天不摇滚。我还有三张海报哎，你是觉得啊，怎么还那么多这样的感觉？就想说，好像没什么限量的感觉。有，主办这次印超级多张哎，而且我觉得最边边好像我都没有扔到哎，对不对？他们已经没抱希望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刚说旁边好像。那边嘞，那边最边边都没有给到希望。对啊，好像要给耶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扔是不是？我要扔到最后面那边。来喽！哎，我怕丢到他脸，要不要稍微遮一下？稍微遮一下。啊，对不起，再一张，再一张。我一定要扔到那边。有吗？有了吧？准了吧？有。不会再丢到墙壁了。还有海报。姐姐，你也会唱哦，麻烦一下哈。唱我很
累。好，那大家一二三哦。老师，老师，大家注意听老师。好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不要英文版的，不要英文版，不要各国版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应该没有什么那个。你要许愿，你要许愿。通常第一个愿望一定就是官方的，希望就是大家身体健康，已经老套了，我希望我可以登记到更多的位置。对，然后希望就是感谢大家一路来陪我这么长时间，有19年，然后到现在长大了，你看他都大学了，然后这个几岁？好年轻。好的，那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一直能够陪我走更多的表演这样子，然后一直都在。OK， 好，希望我粉丝可以在网上。OK， 好，那现在我要吹蜡烛。Yes。OK， 好。不要这样子。我是要吹什么啊？拍个照啊，就有一种你在吹蜡烛的感觉啊。好，还有哪边要拍吗？啊，拿蛋糕拍是不是？好，来中间。好 ，OK， 最后右边咯。那我们等一下跟台上两位粉丝拍一拍的。好，那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拍照。好，我们先开拍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蛋糕是真的会给你带回去哦。等一下，我们会在后台把蛋糕包好再拿给你。你现在是大学是不是？好，26了，好大哦。好，谢谢。好大，你在开心吗？26哎，那代表看你表演长大嘞。我先跟他拍照好不好？麻烦他想说你们要聊多久？再来一次。16哇，中间好夸张哦！对啊，所以你的粉丝年纪也是范围广的那一种。好，那把蛋糕收一下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是有一个新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对。